主料：欢鱼尾5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豆腐、元喜姜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换鱼尾、豆腐、元喜鱼可以用其他鱼啊、鱼头啊都行。元喜洗净待用，豆腐切小块些，砂锅放适量清水，豆腐包着，热油锅放姜片，小鱼尾两面金黄，两面金黄铲起放进正在煲的豆腐汤里一起大火煲。大火煲，煲20分钟左右倒盐调味，撒上元喜即可。元喜换鱼豆腐汤，烹饪技巧。鱼煲滚汤前先煎，下部一包烂包散形，汤也更鲜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